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受三皈依，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。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。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。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讲经之前，工作之前，最好啊，都能把三皈依念一遍。啊，讲经，这是佛门的正业，我们恭恭敬敬的念三遍。啊，平常呢？念一遍，吃饭、工作，乃至于应酬、待人接物，啊，为什么？念念呢不忘三宝，念念呢要跟三宝相应，我们才能够入佛境界，啊。这个三皈依是佛法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。啊，皈依佛，佛是觉悟的意思；皈依自性佛，啊，一切众生都有自性三宝。啊，皈依啊，一定要懂得。皈依自性三宝，这是真皈依。那么住持三宝是形象上的，啊，佛像、佛的名号，它的作用啊是提醒我们，啊，道理在此地。法是经典。也是提醒我们的，啊，僧是出家人，是佛的弟子，依照佛的教诲修行的人，他是我们的模范，是我们的榜样。啊，提起僧，我们就想到我们要学他。啊，佛是觉悟，觉而不迷。啊，法是正知正见。正而不邪，身是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这是佛陀教给我们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，要觉，要正，要清净。啊，住持三宝，我们听到了，看到了，接触到了，就要想到自心净，自心正，自心清净。啊，让我们念念不忘，这个就是菩萨道，这就是成佛之道。啊，千经万论不离这个原则。
啊，帮助我们看破放下。啊，你看这个誓词里面，皈依佛，两足众尊。足是满足，是圆满。啊，两指什么呢？一个是智慧，一个是福报。这是一切人都希望求的，就是这两样东西。啊，佛是智慧圆满了，福报圆满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圆满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，不是向外求，向外求不到。啊，向外不可能圆满，向内求。啊，所以佛法叫内修。啊，佛经叫内典，它是向内不向外的。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。啊，第二皈依法，啊，法是利欲尊。啊，欲是欲望，是贪嗔痴慢这些念头，这些念头自信里头没有。啊，大摩是法，啊，梵语，大摩音译过来的。啊，我们把一切的外面的欲望统统放下，自信里面智慧就往外透露。自信不但有智慧，有德能，有才艺，有相好，样样具足。啊，前面我们学过了。啊，整个宇宙，整个法界从哪里来的？自信变现出来的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佛说：“唯心所现。”啊，这个心就是真心，就是自信，它现的。啊，我们今天没有看到。自心所现的一真庄严，我们看到的是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从哪里来？为识所变。啊，识是什么？是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是妄心，妄心能变，把自心所现的一真法界。所现的十宝庄严土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，变成我们今天这个样子。啊，识是什么呢？你能够思想，那就是识。啊，告诉大家，这佛讲的真心自信没有思想，奇怪，没思想他有智慧。啊，没有思想，你问他什么，他都会回答你，都帮你解决问题。啊，智慧，他没有通过思想。如果一思一想，回答你答的也不圆满。那为什么呢？识把智慧呀变成烦恼了。啊，变成了贪嗔痴慢疑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啊，所以大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跟佛真的是无二无别，啊，智慧德相完全相同，佛不比我们多一分，我们不比佛少一分。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子？迷了啊，迷了自信的。什么叫迷？起心动念就迷了。啊，今天有同学问我一个问题，问得很好。前面我们都说，身体是物质现象。物质现象，今天的物理学家、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，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，物质是假的。
啊，跟佛说的一样。啊，佛在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相就是现象，就是物质现象。啊，还包括精神现象，还包括自然现象，这三种现象都是虚妄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啊，怎么回事呢？自性里头没有。啊，自性里没有物质，没有精神，也没有自然现象。所以用一个空，来代替它。那自性是空，即常常用这两个字，空即。啊，即是什么都没有。这个空不能当作无色，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它有。为什么？能现万法。所以自性啊，有隐现。没有缘的时候，它隐，隐就是什么都没有，空。有缘呢，它马上就现，现什么？现整个宇宙。啊，整个宇宙从哪来的？自性现的，自性遇到缘，它就现。啊，这个道理啊，很深。大概在学问里面，这是最高峰，这最究竟、最圆满、最深的东西。你明白了，就称你为佛；你不明白呢，就叫你做凡夫。那凡夫跟佛就是这么来的，其实是一不是二，凡夫跟佛没差别。觉悟了，凡夫就成佛了。迷了，佛就变成凡夫了。啊，我们现在就是迷了，哎，我们本来是佛，现在变成凡夫了。啊，知道凡夫苦啊，啊，知道佛自在啊，快乐啊，我们怎样回过头来再去做佛了？这就是佛陀教育。佛教众生就是叫你回头，啊，回头是岸。怎么回头呢？不分别了，不执着了，不起心，不动念了，行了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以前三四百年之前，中国唐朝时代，啊，出现了一个上上根人。啊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，啊，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什么都没学过，世间法没学过，出世间法也没学过，啊，那么他的长处就是他的清心清净，没有什么妄想，没有什么杂念，所以虽然很苦啊，生活很苦，靠劳力啊，赚一点点钱过日子，啊，很快乐。啊，父亲早过世了，就是母亲，母子相依为命。啊，靠卖柴过日子，每天上山去看柴，挑到城里去卖，苦力。战争期间，二战期间呢，中国城市里头还有这个现象。啊，城市里头没有电灯，没有自来水。啊，烧饭的时候要用灶，烧灶烧柴火。啊，没有瓦斯，没有电。那么这个生活，我们都曾经过了很多年。啊，差不多这样的生活的时候，过了20年，整整过了20年。啊，我们的印象很深刻。啊，所以慧能世出世间都没有学过，这个人孝，孝顺母亲。
这个人因为自己什么都不学，什么都不懂，他对一切人生恭敬心，都觉得一切人都比我幸福，都念过书，都修过能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他并不是自卑感，那谦虚。尊重别人，赞叹别人，从来不批评人，不毁谤人。卖柴偶然的机缘，遇到一个人，在房子里面念经，他从窗口过，从前窗口没有玻璃，纸糊的，所以声音看看不见，声音听得见。他在里面念经，念经感觉，他在外面听，越听越有味道。他听懂了。等到这个人把经念完之后，他就推门进去，向他请教：“你刚才念的是什么？念得很好听，我听得很有味道。”把他所听的说出来，这个念经的人感到非常惊讶。他念经都不懂，他怎么一听就懂了？问问他，他是个苦力，是个卖柴的人，年轻人，那时候他24岁。觉得这个人是有天分，有这个天才，如果真正能学佛了，他很了不起。这个人很慷慨，就劝他到黄梅去亲近五祖，跟五祖学习。那么他家里老母亲没人照顾，他离不开这一位先生给他10两银子，10两银子他一年都赚不到，给他做安家费。找一些学佛的居士照顾他的妈妈，他这就放心了，到黄梅去了。在黄梅住了8个月，实际上跟五祖只见过3次面。第一次是到黄梅，拜见五祖。五祖问他：“你来想求什么？”他回答五祖说：“我来想做佛。”这个口气就不是普通人能说得出来。人家来拜佛，我为升官发财，我为求长寿、求富贵，都为这个。大概五祖一生也没有遇到一个人来跟他说：“我来想做佛的。”那么五祖问了几句话，那都是禅机，别人听不懂的。简简单单说了几句，打发道：“行，你到对房里面去。”舂米破柴，舂米破柴就是他修行，他就在这里修禅。他人矮小，舂米体力不够重量，把身上绑几块大石头，增加重量。那些石头现在还在，在潮汐你就可以看得到。住了8个月。五祖年岁大了，要传法了，嘱咐大家了，携手偈子给他看，要真正开悟了。五祖就把衣钵传给他，他就是禅宗第6代祖。
这个命令下去了，没有人写祭祀，啊，三天都没有消息，啊，首座神秀法师着急了，神秀心里也想，大家都不写祭祀，都是为了他，啊，肯定。他是第六代祖，啊，他跟五祖二三十年了，啊，多少人到黄梅去礼拜五祖，啊，向他求法，大部分的人都是神秀啊来接待，神秀代理五祖来接待，啊，只有。极少数的人，老和尚自己接近，啊，一般都是神秀，所以神秀很出名了。啊，神秀说：“这都是为我了，那我都要写祭子，不写祭子，老和尚怎么知道我的境界？”啊，写了之后，怀疑这行吗？啊，写。费了几天的时间想出四句话，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请佛事，勿使惹尘埃。啊，写了这四句，不敢送给老和尚，自己没把握，这就是没开悟啊，开悟没有疑惑，还有疑惑。没开悟啊！最后想的方法，把这个祭子写了贴在墙上。明天老和尚看到，很满意，我就出来说是我做的。不满意了就算了，别讲了。啊！到第二天，墙壁上贴着这些，很多人都来看。老和尚看看，点点头，不错。啊，写得很好，希望大家了依照这个旧祭子修行呢都有好处。啊，也没有说开悟不开悟，没说。啊，那么那个道场诸众啊比这多啊，1000多人。啊，传遍大家都晓得，都真的来看这首偈子。啊，老和尚吩咐，依照这个修行呢，啊，都能得好处。那么慧能也听到了，啊，听到他就找别人，因为他的工作就在对方，除了对方之外，他其他地方都不去。所以对庙里不熟，啊，找人带路，啊，到贴祭子这个地方，他说我就拜一拜，我也修一点福。啊，他拜完之后，告诉大家他也有修祭。啊，这人感到非常奇怪，非常惊讶。8个月，道场里有讲堂，他没去过。有禅堂也没去过，他的修行地点就是冲弥破斋，就干这个事情，干了8个月。啊，他把神秀大师的偈子改了，修改了。啊，他说菩提本无树啊，菩提树真有啊。这个地方很多啊，怎么菩提本无树？金刚经上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菩提树也是虚妄，没有说菩提树例外，没有说佛菩萨例外，佛菩萨也是虚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！你看。这个意思深了，
啊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这个偈子一写出来，大家都惊讶了。老和尚听到这一看，这不得了，啊，脱下草鞋，把它擦干净，告诉大家没有开悟。大家心定下来了，啊，这是什么？保护慧能，怕人家害他，啊，告诉大家没开悟，啊，这个就平掉了。啊，下午老和尚巡了，啊，巡了就是这个寺庙里，拐拐角角都去看一遍，整个寺庙看一遍。实际上他就是去看慧能，看慧能目标太鲜明了啊，巡寮大家就不知道，他通通看，整个寺庙都看啊，走到对方看到慧能在冲迷，就问他迷冲熟了没有，这都是禅机，说这个话别人听了不懂，我那米虫熟了没有？慧能说：“早已经熟了。”啊，又欠晒在，啊，就是现在缺少的，还没有把它晒出来。这个晒出来就是印证。他问那米虫熟了，功夫有没有到明心见性？问这个意思，明心见性才熟了，没有见性没熟。见性，没有人给他做证明。啊，五祖拿了拐杖，在他对上敲了三下，走了。那别人不知道，这三下是今天晚上三更，到方丈室找他。哎，他懂得了，到三更真的，他到方丈室，一路推门，里面没有关，走进去。啊，五祖给他讲经啊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说了五句话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；何其自信，何其是没想到，啊，没有想到自信本来清净，从来没有染污。我们大家都一样。啊，第二句话，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，不生不灭。这是真的，有生有灭是假的。啊，第三句说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它一样不缺，智慧圆满，德能圆满，才艺圆满，相好圆满，样样圆满，没有一丝毫欠缺。啊，第四句说：“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。”这就说明真心是不动的。啊，末后一句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啊，语言变现了宇宙，宇宙从哪来的？能生万法来的。啊，什么时候生的？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，就是现在，永远是现在，根本就没有过去未来。这讲真话了，真话没人懂啊！啊，你真的懂了，懂了就成佛了。啊，所以他明心见性了，自信是什么样子？他说出来了，五句话，20个字。啊，五祖一听，行了，经也不必说了，衣钵就给他，船
准备好了，在后面半夜就把他送到上船，赶紧走离开。他问老和尚，我到哪里去？老和尚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回到哪里去？啊，把他送走了。送走老和尚回去之后，房门关起来，睡了3天大觉。啊，为什么呢？3天走得很远了。啊，再把房门打开告诉大家。大家问老和尚怎么样，休息了3天没见面。老和尚说衣钵已经走了。这个时候大家才晓得慧能不见了。老和尚说衣钵走了，肯定给他了。啊，大家分头去找，想把衣钵夺回来。啊，不服啊，老和尚大概糊涂了，怎么衣钵给他了？神秀跟他20-30年，啊，应该是神秀的，怎么会给他了？啊，神秀心里明白，没有嫉妒心。啊，真佩服，他确实比他高，承认。啊，神秀以后做过司，武则天的过司，他向武则天推荐慧能。啊，武则天下诏书，请慧能到京师，慧能没去。啊，趁病身体不好，啊，没有应召。啊，那么这是过去这段故事啊。啊，开悟之后没有一样东西不知道啊。啊，他没有不认识字嘛，没有念过经嘛。无论什么人，你念经，你念给他听，他讲给你听，讲的一点不错，讲的叫你开悟。啊，真正有功底。听他的心，真是会开悟的。啊，禅宗从这个地方大兴旺起来啊！啊，兴旺了1000年了。啊，那么既然我们在前面读了，啊，这个摄乘观法里面。讲到总结宇宙之间一切法，把它归纳，就是两样东西，一个是色，一个是心。啊，色就是物质现象，啊，那我讲心，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心，我们现在起心动念的这妄心，他说的是真心。啊，慧能大师说的。啊，能生万法，万法就是色法，用一个色做代表。能生的呢，这个是心，这是真心。佛经上也叫它做自心，叫它做法心，叫它做真如。啊，中国古时候老祖宗们叫他做本性，啊，本性本善，啊，这个一桩事情，经典里面说的名词有几十个之多，啊，我们早年学教向老师请教一桩事情，佛为什么讲这么多名词，啊，老师告诉我们，这是佛陀教学的善巧方便，告诉我们不能着相，啊，要从名词里头懂得它的意思，啊，不要执着名词，名词是假的，连老子都知道，道可道，
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啊，你能说得出的，能想得出的，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要从名啊道去体会真的东西，真的东西说不出来，叫言语道断，没法子说。心行处灭，不能想，你一想就落在意识里去了，是妄想，不是真心。啊，真正做到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你开悟了。啊，佛说的你全懂，众生说的也全懂，没有一样你不知道。啊，你把诸法的根源找到了，像树一样找到根，水一样找到源头。啊，源头是没有办法用言语说的，言语怎么说都是各一层，都不是真的。啊，把言语丢掉，真的就见掉，见到了。啊，马明菩萨在《大乘起信论》里面告诉我们，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听经，去读经。啊，经是佛的言语，是真言，是从自信里的流露出来的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我们用的是假心妄心，所以永远不懂。我们如果用真心，一看就明白啊，慧能他到底有什么本事啊？给诸位说，他什么本事都没有啊！啊，什么本事都没有，就是个真诚心。所以佛说的他懂，我们是真有本事，本事太多，什么都不懂。念头太多了，主意太多了，啊，所以就什么都不懂啊。他是什么都没有，他什么都懂。我们跟他比，差别就在此地。啊，什么都不懂的人用真的，什么都懂的人用假的，搞六道轮回，本事很大。佛法讲的学修学要用的心态啊，这个重要啊，方法是第二。你用的是什么心啊？用真心，真心理念，经上常讲真心没有念头啊，真心就是慧能讲的思想的真心，清净不生不灭啊，样样具足，如如不动。啊，第四句所说的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，那就是如如不动。啊，不动是真心，真心在哪里？变法界虚空界。啊，你不动，你就能证得了。你的一动，你永远没有办法证得了。啊，一动是妄心，啊，妄心怎么来的？阿赖怎么来的？一念不觉，一念不觉就动了，不能动啊。这问你，不要去想啊，不要去分别，不要去执着，于一切法不执着就是阿罗汉，不分别。三贤菩萨，啊，别教的三贤菩萨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原教初住菩萨，别教初地菩萨。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才晓得，
慧能大师八个月在那里功夫成就了，老和尚叫他去对房里面去，那就是他的道场，他在那里修行八个月，老和尚认为差不多了，他应该熟了，哎，才传法，啊，不是偶然的，啊，不是八个月这个修炼，能大师那个机子也做不出来，啊，这个事情只有慧能自己知道，无祖知道，其他的没有一个人知道，啊，禅堂里出不了人才。讲堂里出不了人才，聪明对方里头出人才，这就说明真修啊，一切境界里面都可以，不一定是要庄严的讲堂啊，庄严的佛堂不需要啊。张家大师早年告诉我，佛法重实质不重现实，实质是用真心真干的，啊，形式这就是庄严道场啊，富丽堂皇啊，啊，那是什么？戒淫粗基，啊，戒淫粗学的人要用这个方法，啊，对那个真正要成就的人，这方法一点用都没有，啊，反而会扰乱他。啊，所以叫他到对方去。八个月没人扰乱他。啊，他的干活就是劈柴火、冲米，劈柴火、冲米，上禅。啊，这里练什么呢？练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。啊，真契入这个境界了，智慧就现前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晓得，我们这个身体啊，确实本不存在，是真不存在。怎么来了一个心？心是我们的本体。不但是我们本体，是宇宙万法的本体。啊，这个东西是本有的，不生不灭的。啊，没有这个东西，什么都没有的。整个宇宙它变现的。啊，我们在学习经教，啊，常常用电视屏幕做比喻。这个心能生的心是什么？就是电视的屏幕啊，它如如不动，它不生不灭，它能生万法。那万法是什么？屏幕现出来的影像，影像是假的，是动的，刹那刹那动，没有停住的，荧幕不动，不动的是真的，动的是假的。啊，但是这些假的没有这个屏幕它显不出来，我们用这个做比喻啊，它所显出来的一定要晓得是自性里的本有的，自性里的没有怎么会显出来啊。能大师第三句话就是说这个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，我们今天这样自性有没有？有，不有怎么会显出来？本有的啊，整个宇宙包括所有一切诸佛刹土没有例外的啊，全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自性是能生能现啊，所生所现的确实是十报庄严土，不是十法界，不是六道，十报土啊，这是自性所生所现啊，十报图里面，人是无量寿，啊，永恒不变，人不会衰老，啊，无量寿都是很年轻，
不老啊，长生不老。这句话是有来头的，不是随便说的。十报土的人个个是长生不老啊！啊，他只有隐，只有现，他没有变，没有变化。啊，十报土里面的花草树木，永远长青，它不变。啊，花永远开得那么美，它不会谢，不会落下来。啊，这就是我们讲的极乐世界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极乐世界真的不是假的。他没有阿赖耶识，他没有妄心的。啊，真心里头夹杂着妄心，就产生变化。那我们就是这里头的变化。啊，妄心就是念头，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。啊，十法界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？它有染净不一样，有善恶不一样。啊，起心动念，它清净，就现四圣法界；它染污了，就现六道轮回。啊，六道里面就有善恶，虽然是染，它是善的，那就是三善道。它要是恶的呢，那就现三恶道。所以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？是我们念头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念头从哪里来的？念头从弥勒自性来的，觉悟自性没有念头，没有念头，有缘现的就是十报土。啊，十报土里面统统是化身菩萨，个个都是明心见性。啊，虽然明心见性，无始无明断了，无始无明习气。没断啊，这就是十报土的缘分。十报土怎么来的？是无始无明习气这个缘现的，没有这个缘不现，有这个缘它才现。那么这个缘断尽了，十报土就不见了。十报土有隐性，没有生灭。啊，像我们像看电视，电视画面没有生命，我们打开频道它现了，频道关掉它隐了。现不能说它有，隐不能说它无。啊，这个比喻很好啊，啊，跟做梦一样啊，梦中境界不能说它有。不能说他无，啊，所以这个心是个问题，啊，色呢，这个问题解开了，啊，我们非常感谢最近这二三十年的量子力学家，啊，把物质的问题解开了。啊，物质分析到最后，世尊告诉我们，啊，最小的物质现象，佛教它做极微色，也叫它做极微之微，啊，这两个名词是一桩一个东西。那么今天科学家把它找到了，啊，称它做微中子。或者是中微子，也两个名字。啊，它多大呢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100亿个微中子，
聚集在一起，它的大小等于一个电子。那这个是没法子想象的。啊，也就是它的体积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。啊，把电子分成100亿分，其中一个，那叫微中子。啊，那么这个微中子具足色受想行识，就具足无印。啊，我们天天念心经，啊，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无蕴皆空。那就是今天科学家所发现的微中子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无蕴都不可得。你看这个微中子打破之后，物质现在没有了。啊，这就是佛在经上说的极微之微，这最小的。啊，它不能再分了，一分就没有了。也叫它做灵虚尘，它跟虚空两个做隔壁，打破它就空了，没有了。这就是微中子，这么小的东西，那么它的现象都在我们面前，不间断的在表演，我们是茫然不觉，根本不晓得有这回事情存在。啊，佛在经上说，这种现象什么人知道？啊，佛说不是他一个人知道，八地以上都知道。啊，你修行到八地菩萨、九地菩萨、十地菩萨、等觉菩萨、妙觉如来，统统知道，也就是大乘修行52个阶位，最上面的5个位次统统知道，这就不能骗人了。那么真的这5个位次的人不少啊，他们全知道啊，这给我们莫大的鼓励，我们要努力力争上游啊，我们自己证到八地了，全知道了。啊，那么慧能大师是不是证到八地？啊，在我们客观想象当中，应该是八地以上。啊，他所证得的境界，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所证的完全相同。啊，释迦佛证得之后，在定中把他证得的境界向大家详细讲解了，那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啊，而慧能大师所讲说明的对象只有一个人，无祖。不是很多人听，释迦牟尼佛讲的是许多人，41位法身大士统统都来听。啊，这就是语言不一样。啊，那么慧能大师这5句话，给诸位说，就是《华严经》的浓缩。华严讲什么？就讲这5句话。那么你要想了解慧能大师这5句话，你就细读《华严经》，那就是的。啊，一个细说，一个略说。啊，然后我们才会肯定呢，真的是真实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对于佛法信心就足了，再不会怀疑了。啊，但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不要说八地。
连最起码的初住我们都得不到，这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什么原因？自己知道啊，你自己想想看，你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六根接触外面六种境界，能不能不起心不动念？做不到。我很想不起心不动念，偏偏还是起心动念。你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而且起心动念自己根本不知道。怎么不知道呢？你看一秒钟起多少个念头了？1600兆。你怎么会知道？不知道啊。啊，我们今天干什么事情就干这个，一秒钟1600兆个念头。啊，10秒钟就16000兆的念头。这是佛把真正的奥秘告诉我们了。我们如果没有看到今天的科学报告，我们对佛这些话还是搞不清楚。啊，不敢不相信，总是打很多问号在里头。科学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啊，说明佛法讲到最高。方东梅先生讲的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啊。那么今天我们学了60多年，看到科学家的报告，大乘是全世界最高的科学啊，达到登峰造极。世界上人有没有人能达到这个境界？方法用错了，达不到。啊，今天科学用的方法是用错了。他能看到这个境界，不是他真的，他得不到受用。啊，方法是什么？方法是戒、定、慧三学，没有例外的。啊，三世诸佛都靠这个证果的。我们换个方法。不可能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啊，这个开慧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智慧一现前就是圆教初住菩萨，别教初地，就达到这个位置啊。这个境界里面没有六道，没有十法界，只有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。哪些人在此地呢？个个都是明心见性的，所以这个世界是平等世界啊，每一个人都做到了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啊，平等世界。平等世界里面还有不平等，那是什么呢？习气厚薄不一样。有人去的早的，习气就薄；有人刚刚去的，习气很浓。啊，习气造成了十宝庄严土。如果没有习气了，十宝庄严土就没有了。啊，没有了出现是什么呢？常寂光，常寂光是真的，永恒的，不生不灭。啊，常寂光里头，常寂光就是佛所说的大般涅槃。啊，常寂光里面就是人，无论是身体、意念，都变成光。啊，都转变了，变成光，光跟光融合在一起，啊，就是一片常寂光。
人法界虚空界。啊，这个时候真的慧能大师讲的五句话圆满兑现。啊，自信有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能，圆满的神通，圆满的道理，样样圆满。为什么？一切诸佛都入黄常寂光，你也入常寂光，就好像这个房间里啊，这么多的灯啊，都放光，光跟光融合，融成一起。那么一切诸佛光当中有智慧，有德能，有相好，我入进去了，他所修的都变成我的，我所修的也变成他的，一切诸佛所修的统一了。大圆满啊，所以我们没修的人家修的变成一体了，这个厉害啊，这个才事实真相啊，这叫大圆满啊。啊，入大涅槃是这个境界，入大涅槃入常寂光啊，也就是我们换一句话说，回归自信。我们现在看到科学的书籍，有一本书我没看，我看它题目叫零极限啊，这个很有味道啊，零，零极限，回到零，回到零就圆满了。啊，那么这个东西深，其广没有边际，其深没底。啊，是自信的心得了。啊，何来一个心？那个心是本来有的，真的不生不灭，无来无去。啊，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没有这个心，就没有万法。啊，就好像我们这个屏幕，电视的屏幕，没有屏幕就没有色相。色相显不出来啊，色相要想显出来一定要靠屏幕啊，这个真心就是屏幕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能显啊，现的时候不能说它有，不现的时候不能说它无，非有非无，亦有亦无啊，你不要去找，你去见到，你也去找，永远找不到。啊，古人没有开悟的时候，去参学。啊，到那些已经开悟的老和尚那边去请教啊。所以说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找不到。真正一开悟的时候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为什么？放下就是啊，你还想去参学，永远参不透啊，不参不参就透了。啊，那个不参是真参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慧能大师在黄梅八个月，不是在禅堂里面壁，啊，去端坐，不是的。也不是在讲堂去研究经教，不是的，啊，冲他的迷，破他的柴，他就开悟了。行吗？行，冲迷破柴，八万四千法门里头的一门，门门都是啊，无量法门，哪个门都行呢？只要你放得下，这是。我非常感激张家大师，头一天就把这个东西告诉我了。啊，我那是似懂非懂。啊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。佛法里头有没有一个方法，让我们很容易进入？啊，他告诉我了，看破放下。啊，看破是明了事实真相，放下就是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。
那就完全是智慧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一尘不染，一念不生，啊，境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是干部。动一个念头就迷了，啊，真相就没看见了，看到了幻象。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幻象，不是真相。啊，但是这些妄想呢，也不离真，它体是真的。只要你不着相，你就能见到它的体。啊，在幻象里面见到真相，真相是自性，是法性。因为真妄它融合在一起，真妄不二。古人举的例子啊，比如黄金跟金器啊，器种类品类很多，黄金就一个，啊，我早年在美国，有一次回到台湾，看到我们个同学经营的珠宝生意，啊，他做假首饰，黄金、镀金的，啊，不是全，不是真金，镀金的，啊，这个东西在外国畅销，没有人不喜欢，便宜，丢掉不痛心，啊，戴在身上比真金还漂亮，啊，光彩好啊，啊，所以他就生意很好，工厂在台湾。有一次我回台湾，他要我去参观，那都是韩国院长还在，我们十几个人参观他工厂，啊，他的展览室大概有我们摄影棚六个大展览室，啊，摆出他的样品大概20000种，啊，花样不同，琳琅满目啊！我进去一看，我就跟大家讲，你们大家来看，古人的比喻，如今做器，器器皆金，现在你们看到了。那这里面什么东西啊？只有一样东西，金。那器呢？器有10000000种。这10000000种东西全是金。啊，金是体啊，器是相啊，但它的样子不一样啊。啊，20000多种样子，美不胜收啊。啊，体就是金。镀金啊，他告诉我他们工厂做这个大概一个月了，要5公斤的黄金啊，把它融化镀上啊。我们从气里面看到它的金啊，不要着气的相，你就见到金。做到气的相呢，金就没有了。啊，你找个人，我现在要黄金，你拿一点黄金过来。他跑到那个展览室看，没有黄金，真没有黄金。他不知道气就是金。啊，开悟的人就说了，随便拿两个就行了，还用的是操什么心啊？那就是黄金啊。啊，我们现在认假不认真，啊，设法界众生都迷呀，啊，四圣法界说老实话，是佛教佛弟子，依照佛陀的教诲，他能把佛陀教诲落实在生活，啊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所以它是清净国土。啊，那我们六道呢？六道不听话了，
完全违背佛陀教诲啊。我们听谁的话呢？听阿赖耶的话，这完全听自己的妄想啊，想什么干什么。所以这个想里头有染有净有善有恶，我们造的业很复杂啊。但是这个业如果你不觉悟的话，它有果报啊，生生世世缠着你，你没有办法解脱，这个很苦啊。啊，平常得罪人不知道啊，啊，但是这些人的时候，他当真啊。我们说话开玩笑，无心说的，哎，他听了有意，啊，你在找我麻烦，你在诽谤我，你在羞辱我，啊，这个仇恨要是积深了，来生必定遇到的时候一定会报，报的时候一定不晓得加多少倍，所以这种冤冤相报，一世比一世残酷，一事比一事严重，麻烦大了。我们看文昌帝君，说他过去曾经十七世中，啊，搞这些冤冤相报，最后还是遇到佛菩萨把他化解，让他觉悟。啊，你报你的仇啊，你无意当中伤害到别人。啊，你比如他做龙王，见到这个仇人，想杀他，发大水。啊，他是死了，但是无故死的人多少，这笔账都算多少。啊，你会也。造成了许许多多无辜的人们，这个罪愈结越重，啊，到最后堕地狱。啊，好事是做的不少，没有做好事，没有佛菩萨照顾他，没有人去点化他，啊，他还是做好事，啊，但是对于冤仇这个恨，他不能够化解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借着看这个参考资料的第二段，发真正菩提啊，在这是十重理观第一重，观不思议境。在这一段当中不能开悟啊，不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这个开悟它有标准的，不是小悟啊。那么我们用第二这个方法来帮助我们。第二呢，发真正菩提心。这个里头真正是最重要的着眼点啊，菩提心哪个人没发 啊，学了佛都发了菩提心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是假的，不是真的是邪的，是偏的啊！所以这个菩提心不起作用啊，真正重要啊！啊，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慧能大师那样的上上根。
这个我们自己要承认。啊，这种人太少了。啊，老师当年教学，最怕的是我们狂妄。我们以为自己发现，以为自己啊跟慧能差不多，他能做得到，我也会做到，不行的。啊，三个老师，三个老师没见面，没碰过头，但是三个老师讲同样的话，警告我，啊，慧能那个法子不能学。学不到啊！中国五千年的历史，慧能之前没有出现这样的人，慧能以后到今天也没有出现这样的人。你这个路，你要把它撕掉，决定走的。啊，方老师这样教我，张家大师也这样教我，李老师也这样教我。啊，警告我！啊，决定不能狂妄。啊，怎么办呢？劝我走第二条路，教下。啊，这个头一条路啊，禅宗啊，这是天才办呐、啊，博士办，没有小学都没念过，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。啊，那是天才办。我们不是那个天才，到那里去拿不到。怎么办呢？上小学，有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慢慢你可以拿到。啊，这叫教下。啊，方东梅先生劝我在教下。他在大臣里头最欢喜的是华严啊，他常常读华严经啊，看清凉的住宿，李长者的后人啊，对于大臣发现他有相当深的造诣啊，他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就是要走教啊！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，也就是知识分子占的比例大，大概90%啊！所以教是最奇迹的啊！师尊才用这么多的时间。那我们是知识分子，就应该走知识分子这条道路。啊，我遇到李老师，啊，遇到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特别提醒我的，就是要以戒律做基础。啊，我们自己以为自己是知识分子，对于佛的经教有浓厚的兴趣，对于戒律看得很淡。啊，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自己认为很正确。啊，认为戒律是3000年前古印度的生活规范，在中国我们都知道。三代之礼都不一样，有心有格。啊，三代是夏商周啊。啊，他们的法令都有修改啊。时代不一样了，要修订了。啊，那么印度3000年前的戒律，我们可以不必要了，不适合现代。现在有现代人的规矩、生活规范，这个是个错误观念。啊，老师知道，我们对这个错误观念
脾气很深，恨恼。如果要从这上下手的话，我们可能放弃了，我不学了，我不跟你学了。啊，所以他用的方法非常巧妙。啊，我跟老师每一个星期见面一次，啊，接受他的指导。啊，我离开他的时候，他都会送我到门口，啊，会在我耳朵面前说一句话，轻描淡写。戒律很重要，不可思议。我每个星期听一遍，大概听了100遍，有啊，所以这个印象非常深刻。老师圆寂了，那我们这一班跟他的学生有10几个人，我们搭一个帐篷，在老师火化，特别给他做了一个塔。啊，在这个火化场塔旁边搭个帐篷，啊，他们在那住了7天7夜。我是有工作，请了3天假，我在帐篷住3天，3天反省，我跟他3年，他教了些什么，我学到些什么，这一反省呢，这个戒律很重要啊，马上就显现。所以我就想，他为什么要这样说？真重要吗？为什么重要？我就想这个问题，想2、3个星期就想通了。啊，因为佛法是出世间法，不是世间法。啊，世间法这些东西是要修定，不修定就不受，不管用了。出世间法是了生死，出三界，你一修定呢就出不去了。我想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回过头来。才认真看经典里的关于戒律的部分。啊，但是我们一生没有这个缘分。啊，一生说居无定处啊，到处流浪啊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。啊，一生没有寺庙，没有道场。啊，也没有信徒。人家是信徒很多，那什么？那是听众。我讲经的听众。啊，多半呢，都是在网络卫星上听的。所以，网络卫星发出很大的功效。啊，我们用网络将近20年，用卫星呢11年了。啊，听的人很多，我都不认识。啊，到哪个地方大规模的婚礼，哦，4面8方好多人来了。啊，大概都是在网络卫星上的听众。啊，知道我到附近来了，到这来看看我。平常不见面的。我跟大家没有联系。啊，一生不管人，不管事。不管钱，所以很自在啊！啊，什么都是随缘，哪里有缘哪里去。啊，85岁算是定居在香港。啊，香港政府给我永久居留。啊，30多年前第一次到香港讲经。那一次讲了4个月，我记得我是49岁，啊，50岁差一年，49岁，啊，老听众，啊，我这些年讲经，他收集光碟，天天在家看，
那么他往生了，他在香港农村里头有个小房子，他告诉他的太太，这个房子供养给我，他太太来找我，我去看一下，很合适，我很喜欢，我说好，我就在这里落脚好了，我就在香港常住。小房子很小，没有这个面积大。香港用英尺，面积400平方英尺，算台湾多少平的？36平方英尺是一平，那么360是10平，我那里400尺。十几平，11平多一点，没有这么大，11平多一点，他两个小房子，两个房子一样大，就是总共就是22平吧，但是他有个院子，院子很大，院子大概有5、6亩地，有1个1个，所以院子里面原来他们种点花。花统统不要，全种菜，所以我们自己现在吃自己种的菜，我们种的品种不少，有40多种，所以这个蔬菜水果我们自给自足，多余的我们就分送给邻居，这个小环境好，虽然在香港。这样的繁华闹区，我那个环境听不到人声音，听不到车的声音，只听到鸟叫、虫叫，非常安静，所以我就这样选择定居了，通通是缘分，他来找我的，不是我找他的。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可以定下来了，年岁大了，85岁，准备往生了。其他的什么都不想。活一天，跟大家呢，在《无量寿经》上分享一天。这就是我们称赞净土。感谢夏莲居老居士。汇集这个经用了10年时间，黄念祖老居士用6年时间做了这个注解的汇集本，汇集83种经论，100种祖师的著述，110种，总共用了193种这些资料汇集成。这部注解，所以这个注解的内容非常丰富。佛法各个宗派、法门、教义啊，全都有，等于一部小藏经。那么这个本子是近代才出来的，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。意见很多，我来提倡，我依这个本子来修行，给大家做榜样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部经跟注解，早年是李炳南老居士，他老人家给我的。这个本子一直是我收藏的。黄念祖老居士，我们在美国认识的，这是缘分。他要不到美国去，我永远不认识。而且在美国只有1个月时间。他只去一次，就住1个月。
那个时候他的这个注解刚刚完成，初稿啊，他就带了一份油印的送给我了啊，我这看完之后非常欢喜啊，我到北京去看他啊，以后每一年大概我到北京去两次三次，主要就看他啊。那么在中国国内弘扬这个本子就他一个人，在海外呀，弘扬无量寿经用这个本子也只有我一个人。我们两个一见面投缘的啊，那么他年岁比我大啊，算辈分，他跟李老师是同辈分，我们要晚一辈啊，我们变成老朋友啊，他告诉我东西不少啊，最重要的告诉我，往后世尊末法九千年当中真正能成就的只有净土，禅可能得定都没有了，上一代有得定的，没有开悟的，像虚云老和尚他们得定啊，密也不能成就，他是密宗金刚上师，他告诉我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多年啊，中国这么多人口修密成就只有六个人啊，所以他自己往生完全念佛念了半年，每一天14万声佛号啊，念了半年他走了，这是给我们做榜样啊，他修禅修密，走的时候禅也放下了，密也放下了啊，专念阿弥陀佛啊。那么这个本子存疑的人多啊，批评的人多啊，我愿意以我自己学佛60多年讲经教学55年，跟大家做一个证明，无量寿经是世尊末法时期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啊，学这个法门想成就真难，不是假难啊，成就我们当然佩服，不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，这个法门人人可以成就啊，这一部经跟这个注解太妙了啊，昨天日本的一些高僧大德也到了斯里兰卡啊，日本过去祖师大德对于无量寿经的注解他们一共收集了18种啊，这18种通通印出来啊，一共7册啊，太难得了啊，黄老居士注这个经用日本祖师大德书大概有6-7种啊，我们在这里读到见解都非常精辟啊，让我们佩服五体投地啊，所以我们想过去无量寿经日本比我们中国学的人多，
成就的人多。啊，著书有这么多种。中国人古来大德对无量寿经的研究留下来的注解只有两种。远远比不上日本。啊，所以我们想把日本的、韩国的、中国的无量寿经统统注解在一起重新排版。啊，来编成一套书。啊，无量寿经。啊，古著汇集。啊，印成一套书。啊，往后我相信净宗啊以无量寿经为中心为主。作为主流。能够流传于后世，啊，对往后九千年学佛往生就是成就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四十八愿说得好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，阿惟越致菩萨是法身菩萨，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成就了，这是阿弥陀佛。四十八愿，无量界修行功德的加持，他这个加持真管用。啊，我们希望世尊所传的各个宗派都能复兴。一个人只能搞一门，搞多了不行，搞多了贪多嚼不烂。啊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个个都能成就。啊，我在前面三十年涉及的经论很多，啊，也有几十种啊。晚年觉得不行，为什么呢？烦恼习气断不了。啊，知道得定、开慧很渺茫。啊，所以听了李老师的话，李老师当年在世劝我没听，现在老人家走了，回想他的话，越想越是慈悲，越是爱护，是真的。现在完全接受。啊，我现在除了《无量寿经》之外，平常看的一部书《印光大师文钞》，啊，其他东西我都不看。我没有时间看。啊，87岁了，要准备，天天都要准备，随时可以走啊。啊，晚年放下了，越放下了，看经典东西越有味道。啊，所以我们真正了解，看不懂是因为妄想太多。杂念太多，啊，这个东西造成自己重大的障碍，啊，把它放下，心清净，清净心生智慧，佛经是智慧，清净心能看得懂，心不清净看不懂，也听不懂。啊，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，啊，读经、听经，必须要立言说行。啊，听经不要执着言语，读经不要执着文字，文字是语言的符号。啊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这个不重要。里面的意思很重要。啊，第二呢，不执着名字相、名词术语。名词术语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也不要执着。第三呢，不要执着心缘相。心缘相，
我觉得是什么意思？这不可以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菩萨教我们听经要用清净心听，读经要用清净心读。清净的标准就是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这个心才算是清净啊。有杂念有妄想，心就不清净啊。不清净听不到真的，看不到真的啊。这也是说明一个事实真相，境随心转。你看我们用清净心，佛是用清净心说出来的，我们要用清净心接受啊。他是清净心说出来，我们是杂乱心接受不了。这个杂乱心接受的知识不是智慧，变质了啊。现在很多人学佛有佛学的知识，没智慧啊。我们见的很多啊，他也能言善道，也著作等身了，没智慧，还是贪嗔什么，还是自私自利，还是放不下啊。真正的遵守戒定慧三学啊，这样成就的人不多啊。那么诸位年轻的同学，无论在家出家，真正想在佛法上成就啊，我也像张家大师同样的这个理念心态告诉大家，戒律很重要啊。斯里兰卡马上要建立一个国际佛教大学啊，我跟国师强迪玛法师说，这个大学里头一定要有个戒律学院啊。凡是真正想学佛的，首先要学戒律。中国古人规定我们五年学戒啊。从前无论在家出家都是五年学戒啊。还好佛菩萨慈悲，佛菩萨怜悯我们这个世界，跟我们留了一条戒律的根啊。我是最近才发现啊，今年年初台湾有一个专学戒律的法师来看我，见面才晓得30年前我们曾经在一起。那个时候台中李老师办了一个内典研究班，只办一届啊，4年啊。学生是大学毕业生，曾经参加过大专佛学讲座这个是录取的标准，有志于深入佛法啊。当时只招收8个学生，等于念研究所，很不容易啊。6个男生2个女生啊。女生老师要求的是一生不准结婚，如果想结婚不要参加这个班啊。叫国清法师啊，我问他年岁多大了，
六十六了，那个时候二十几岁三十多年前八个学生六个老师，我是也是其中之一的老师，所以他跟我有师生关系因为都是老师的学生，也有同学的关系。他称李老师叫是老师，称我也是老师。没有想到他出家了。我们八个学生就他一个出家，其他七个都没出家。我问他，我们呢八个学生还在不在？都在。都是六十多岁了，都在。只有他一个有成就。这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，他就是一步戒律三十多年。这是佛菩萨留下来的，不是三宝为神呢，佛法会断掉啊，有这个就不会断了。所以你们大家知道定弘跟着我，我认识他，他是在美国留学，在德州大学读书的时候认识的。毕业之后就留在学校教书，讲师。在讲师里面升到最高的阶位。我移民到澳洲，我跟澳洲学校往来很密切。他学佛嘛，我就劝他要不要到澳洲来，到澳洲大学教书。很快就联系上了，澳洲聘请他做副教授。教了两年。升正教授、终身教授，这是很不容易拿到。正式这个文件还没有发表，他就跟我出家了。所以他们学校的校长跟我很熟啊，都是老朋友。他说：“你有什么力量啊？”那人家是终身教授，不容易拿到，怎么跟你出家了？他出家发心了，学教。看我走的这个路子，他很羡慕。那么国清法师遇到之后，我就把他送到国清那里学戒律，学五年戒律，将来。你的成就会超过我。你要不学五年戒律，讲得再好，是没有学过戒律，一句话就把你当掉了。我说你必须要学戒律，规规矩矩把佛教带起来，复兴起来。要办戒律学院。比什么都重要。戒律学院毕业出来之后，你选择宗派法门都行。你喜欢哪一个宗，你喜欢哪一部经论。但是教学的方法还必须是一门深入。中国古老这个方法非常之好。才能有大成就。成就呢，就是得三昧开悟，这是真正成就，而不是说经典里通达明了，通达明是文字，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我们希望走老路，走世尊的老路，证阿罗汉果，菩萨果位。
啊，将来佛教大学毕业受学位，啊，不是受世间的博士、硕士、学士，不是，应该受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要授予这个学位。啊，菩萨里面有摄性菩萨，有摄住菩萨，摄行摄慧相菩萨，啊，有这些等级，啊，这个好，啊，这是真正佛陀教育，啊，佛陀教育不要走我们世间教育，世间教育跟佛陀教育不一样，世间学校有佛学的课程。那是佛学的知识，啊，他不讲求修正功夫，啊，所以戒律学院里头要有禅堂，要有念佛堂，啊，他要有真正修学的场所，要有好的老师带领，啊，这些我们都寄望在斯里兰卡这边佛教大学，啊，必要的时候。把国清律师请过来，啊，主持这边的戒律学院。啊，我们希望他现在积极培养、传承戒律的法师。啊，我问他，现在你学生当中有几个人能真传？他告诉我有六个。啊，我希望他有60个。他现在这个学院有60多个人，啊，严格认真的培植，希望各国人都把戒律真传下来。戒律兴了，佛法就兴了；戒律没有了，佛法就灭了。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张家大师，戒律很重要5个字。讲了100多遍，我们不能疏忽，一定要重视。啊，我这个一生的遭遇，也是传奇故事。是无法想象的。啊，出家人想走我这条路子，走不通。啊，为什么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缘分，意想不到的缘分。啊，出家人，怎么可能周游列国？啊，弘法利生，做不到。谁请你啊？啊，我有特别的缘分。啊，出家人走到世间学校，啊，人家送学位给我，啊，聘请我做学校教授，这也是很不容易见到的。啊，那么再是走到联合国，这做梦都想不到。怎么会跑到联合国去？啊，怎么会认识？啊，国际上这么多的专家学者，啊，还有国家领导人，我们都变成好朋友。啊，这个也是佛菩萨安排的，作为佛法。延续的必要的缘分啊，将来成果是下一代，或者是再下一代，他们实现，我们是走过渡啊，这非常时期，非常的手段，非常的方式啊，不能不知道。
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